看这边三线铺开，往里给，好球，大门冲进了，保内容的，在第上半，用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，应该是直接过掉了徐小龙，啊，这个劳尔也算是丢掉了自己的位置，完全没能够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。 马丁内斯，拔脚怒射，又是一次反越位。马丁内斯在锋线上确实没有越位，传的相当漂亮。